后这边帮大家整理几个最近要去日本会需要注意的事情。那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的 Visit Japan Web 这个部分的话，其实就是取代我们以往在机场填写手机申报内容的那个部分。那这边的话就可以在我们新签的时候就先做好，那我后面的出关就会变得很方便。那再来的话就是 SIM 卡呢，我这次有分析到，就有一些会标榜说它是不会降速，然后是吃到饱的，但它有一个弹数，就是它万一你一次用量太大的时候，就会被停止网络服务，所以这个部分要特别小心。那再来的话就是我们的信用卡的部分，信用卡呢，其实我们会有一些旅游不便险跟旅游平安险的补助。但是这个部分其实是不够的，还是建议大家在额外跟保险这边来买一个旅游不便险会比较安全。那最后就是我们的刷卡，这还蛮方便的，就是我们在手机上面绑西瓜卡的话，到时候我们在日本的交通直接用手机刷就可以，就不用再掏西瓜卡。今天的第一餐原本是要吃寿司，但是因为我们到达的时间呢太晚了，所以就改吃这间。第一天的行程最后我们来唐吉诃德，然后才买东西，应该会买超过。没事。推荐一下欸，我挖下去以后才发现惊为天人，这个超好吃欸。这间生鱼片超好吃的，它是麦尾鱼，大家以后可以来吃，它叫鱼丸。看起来超好吃的可颂，大家待会去吃。拿到优惠券了，这个就是我们在大阪如果要跑点的话蛮推荐的，因为它可以省很多车票跟门票的部分，推荐。这边是四天王寺，它这边蛮特别的地方是，它虽然是寺，但是其实是有鸟居的，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寺鸟居，蛮特别的。那它这边的话，中央是观世音菩萨，然后剩下来的话就是四天王，在四个面这样子。
周游券的话是可以不用门票的哦。天气跟每一个月份有不同的颜色。
拍起来比较漂亮应该是这一面，就是有字的那一面拍起来会比较漂亮，所以到时候如果在像今天这样比较没有人就蛮适合拍照的。那如果是拍影片的话，这样子的穿梭感其实也蛮漂亮的。烧肉力丸的菜单可以切换成中文界面，其实蛮方便的。来了。这两天我们真的走太累了，所以我们决定放弃神户，直接去凌空城买东西。但我们遇到台风，不知道可不可以回得了家。老板，拜拜。